好像忙碌中的几个毫无压力，你自己感情没有生活还要继续，清白这吧。从今以后我的人生不再如此忙碌，我的快乐都在台中，站得住。我记住，尽管我想要来个拥抱，明天生活轻松，明天不用工作。现在我想要来个拥抱。自信，到后台上还很有自信，觉得说应该不会冷。
结果没想到刚刚升降台往下降的时候，就一股冷风吹过来，觉得超级有够冷。各位新郎朋友，你们好吗？一年就这样子过去了，就快要过完了。其实过了一年，就代表你又长了一岁。那今年对我而言很特别，今年我们出道20年，然后所以我就40岁了。那我觉得不管到了什么样子的年纪，只要是你觉得你自己喜欢的样子，你最自在然后最舒服的样子，什么样的年纪都是最好的年纪。接下来我要唱的这一首歌呢，是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很美的一首歌，可是我觉得好像很多人没有听过这首歌。但这首歌我想要唱给我自己听，也唱给现场的还有在收看直播的你们听，希望大家都可以用像花朵一般灿烂的心情去面对2022年的每一天。送给大家这首《女人花》。Thank you.
谢大家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告别2021年了，然后马上就要迎接2022年。那如果只嗨一个晚上，大家觉得够吗？对不对 ？Party 就是要至少唱个3天3夜才能回家吧？那你们会唱3天3夜吗？我知道很多人没有听过《女人花》，对不对？有吗？有吗？哦，好啊，谢谢。刚刚大家都听过了，那3天3夜你们会不会唱？那会唱就一起大声唱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我们就来唱个3天3夜。呜！哎，这边的朋友。女神得到了女神的拥抱，比2021的这一年都值得啦！太棒了！
开心了。好了，快要倒数了，现在还剩下几分钟啊？剩下3分钟啊！大家兴不兴奋啊？兴奋吗？我要提醒各位哦，今天呢，进了我们的五彩缤纷闪耀台中跨年夜呢，待会我们会有非常绚丽夺目的烟火，所以呢，准备好你们的位置，还有呢，朝向烟火的方向，待会呢，尽情的拍照。另外呢，在我们的前方啊，等一下还会有4颗大球。没错。这4颗大球呢，也非常重要的意义哦，因为在新的一年，我们都希望运势越高，气势越好。待会呢，我们这4颗大球哦，会推下去，我们就努力的把这个大球往后传，让大家都可以摸到这份福气跟幸运，好不好啊？好，推得越高，明年的运就越旺了。好， yeah. 现在我马上欢迎哦！今天晚上大家有这么开心、这么样美好的一个跨年晚会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组团队，而且是由谁来领导着他们的呢 ？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台中市长卢秀燕以及带领的市府团队。陈正贤议员和萧龙泽议员。好，接下来要欢迎是权健有限电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都达忠，总经理王忠仪，以及三立电视资深副总高明慧，台视总经理周法勋 ，Mitsui Outlet Park 台中港总经理藤野龙史，欢迎我们这些嘉宾。好 ，OK， 好。是的，市长，我们现在剩下不到50秒钟的时间，我们直接往前，好吗？来，以及我们的市府团队，现场所有台中市民们，跟着我们的市长，好，市长跟大家挥挥手，市长，我们跟市长大家挥挥手。现在我们还剩下30秒钟的时间了，市长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吗？字字珠玑。2022幸福台中。新年快乐！3秒钟，给大家最深的祝福。我们现在开始倒数，大家给市长掌声鼓励好了。市长，大家一起倒数：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。